主要就是为游船修建的。最早的时候，不让我们通行，不让地方车辆通行。然后呢，这个从和田这边的它的居民就出行特别，交通特别不方便。沙漠公路通车之后呢，沙害还是很严重的。所谓的沙害就是经常因为风沙把路掩埋了，如果不维护的话，公路就会大量积沙，然后会采用机械清沙。